好，就是我们刚才讲过那个 DICOM 档里面的话，它是数位的资料跟文字的资料混杂的，那所以它等于说要写程式解读，其实是有要花一番功夫，啊，这一边的话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已经，等于说配合每一个影像的话，每一个 DICOM 档，我们转出它对应的这个，XML 档。那这个 XML 档其实它已经把每一个标签解出来了，每一个标签都解出来了，而且这个相关的数值大部分都恰当的呈现。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它这一边每一个标签里边有两个属性很有用。第一个是它的长度，length，就是说这个，比如这边14，意思是说这个长度是14，类似这样。那它的也有 VR，VR 就是它的形态。那这个 length，比如说这个是2的，那个 US 是应该是 unsigned field，它是整数，而且没有正负号的。那这个是等于说这一边。那除了这两，除了这个 VR 跟 Lens 之外，还有一个是叫 Offset 的。Offset 是什么？Offset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以上面这个为来表示，就是说它的这个这个数值是从这个DICOM 档的第几个 byte 的开始，比如说这个是726，就是说这一组数值的话是在这个 DICOM 档的这几个哪一个 byte 的开始，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类似这一个内容这样子。所以它这边的话，其实这个 XML 档就提供很多很多的资讯，那可以提供这个资讯，可以让你抓到这些标签，第几个 byte 的开始这样子看这一些资料，那甚至它可以依据这个资讯抓到它的 pixel data，比如说依据刚才的说明，可能它的 pixel data 是放在这个标签当中，放在这个标签当中，那从1016个 byte 的开始，在这一边的话，可能有这个等于说，从这边开始之后的话，有23,1200这么多个 byte 的这么多个 byte 的都是传 pixel data pixel data 而且这一边可能这个有一个它的资料形态叫 OW，OW 的话是它是等于说其实是一串的两个 byte 的资料这样子所以它是整个资料的大小有多大就是340乘以340。再乘以因为每一个 pixel 的话有两个 byte 那所以乘起来的话应该是这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内容OK 或者说我们再看一个看一个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这个等一下我们要处理的范例这个是一个 auto 上就是这个的auto 上是什么超音波的这个影像那一样在这一边OK。这一边可能它是这个可能在这一边它是从这个 byte 的开始那它的长度有这一个长度有这一个它的在的话，它的 sample per pixel 是3这个东西那这边是 OW 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就可以抓到相关的资料类似这样这边这个格式，这个 OW 可能有一些错没有。不过没关系我们这样可能就可以，我们可以由这个 offset 的值晓得说，我们假如要抓这一些值的话，从哪里开始类似这样的一个说明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说，假如我们要写程式处理这个怎么办我们先要一样就是我们要有一些处理这个比如说要开档读档。或相关的一些处理那在这一边可能有几个函数可能开档、读档可能在做，假如之前看过的应该都晓得用 app open 或相关的等于说 app 等于说 app open 或者说 app 这个等于说 app open、app get 这一边这个之前这个是之前的课程就是在这一边可能有一些等于说这个 app open 开一个档那 app close 是关档那 app print 是输出 app scan 的或者说 app get
get 这一些可以读这一些档、哦、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今天可能还要教几个、哦、比较那个、哦、等于说我们会用到、哦、比较处理这个 binary data 常见的这个档案的函数、哦、比如说有一个叫 app read、哦、它也其实是跟这个开档读档配合的、哦、在这一边的这个函数这样子，可能在这一边、哦、可能这个、哦、可能在这一边嗯。讲一下，它是有一个指令叫 app read， 它要传几个参数，这个东西，这个函数里面会传它的，这个是要读进来的位置，这个叫一个 point， 读进来的位置，它的大小，那要读几次，读几次，还有这个档案的这个位置，这个档案的位置，那这个读进来的这个是一个，等于说这样的内容，这样子可能有一个 app read 这个东西哈，那这同事等一下，我们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好了。好，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哈 ，app read 哈，那再来的话，可能在这边哈，有一个当然有对应的有 app write，app write 哈，可能这边有一个 app write 哈，那这个是写档啊，这个是等于说我的资料放在这一边。再来的话，它的写入的大小，还要写几次，啊，这个等于说我要写的档案的位置，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那还有这个叫 F6， 就是说我要从哪一点开始，从哪一点开始，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这个是这个，啊，抱歉，欸，怎么跳到这一页？点错了吗？啊，这一边连错了，嗯，这一边 OK， 我找一下哈。OK， 好，抱歉，刚才那个连接可能有出入，这样，可能在这边我把它抠下来。喂，OK， 好，那到这一页哈，这个 FSIG 哈，那 FSIG 里面的话，它可能就是会这个档案，它会有一个 offset， 就是我这个哈，从第几个 byte 开始哈，这边可能有一个哈，那再来的话就是它的起始点哈，这个是等于说 original 是说我从哪一个点开始第几个 byte， 那通常会从一个原点开始，可能这边这边有一个值，这个是放在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原点，就是说这边这个会对到这个是原点，这 csec 它是一个特别的代码 constant， 那 sign 的话是最后一点，sign 的话是目前的点，类似这样，所以这一边的话就是这一边的这个是说起始点就要填这三个字，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的档案，那 offset 是第几个 byte 开始，这样子 OK， 好，那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有这几个函数，那透过这几个函数我们就有可能处理什么，就有可能处理这个看一下，有可能是读这个资料，读这个这些代看档，把里面的标签读出来，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超音波这个范例好了，这是它的 XML 档，这个是它的 XML 档，那它对应的原始的话有一个代看档，这边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医院里面产生的影像系统产生的仪器产生的是这些 DCM 的档，那这个 DCM 档里面的话，我们只要要读到它的值的话，就是可以依据这边的格式，我们就是说晓得，当然我们要先把这个代看档读进来，那读进来之后的话，我要晓得它的 offset 的值，那还有它的长度是几个 byte， 长度是几个 byte， 我从这个开始读，应该理论上就可以把这个资料读进来，读进来，这样我们挑战看看，这样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为参考，在这一边，好，
这个为参考哈。我们可能开始试着写这个程式这样子。好，好，比如说我要哈读这个哈这个档哈读这一个档哈，那我们要从这个哈等于说第330个开始哈读14个这个哈这个。14个 byte 的这样子看，把它等于说的值印出来这样子看。好，那我们可能开始写这样的一个程式。好，那我们可能开始。Okay。 OK， 好，我们开 QT， 好，开 QT， 好，就是这个是等于说它的程式的编辑的环境这样看。好。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写视窗程式，我们今天就回来可能就是传统的程式 console 的 application 这样子，在这一边可能就是我们先用这个，应该刚才那一些指令都可以在这一边跑，可能在这一边这个一样。好，OK， 好，那那个在这一边，看一下把它放在哪里。一样哈，我们习惯放在这一边。好，那我们看下一页，下一个。好，完成了哈。那对，这样就有一个空的哈，这个 main 这样看。那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开始哈写程式，其实是哈，这个是其实是。蛮大的挑战对初学的哈，那老师哈，其实有一个 paper 就是偷懒哈，那偷哎这边没有改，等一下往一点再改哈。偷懒的话怎么办？抠别人的来用，可能是这个哈，这个是哈，以后同学会常常碰到这样状况啊，不建议全部抄同学的哈。那可能你其实假如真的是在实际哈应用的话，很其实是哈。其实是蛮不错的，就是 call 别人的程式来处理这样。我们参考一下这个 app read 这个程式这样子看，看一下在这一边啊，是要 include 这两个，这个是隐含的，在这一边可能放上去。好，保险就把它放上去，不确定。好，那这个 QT 的这个环境跟那个不太一样，不过都有一个 main 这个主要的。好，我们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里面的内容 call 过来， call 过来看可不可以用。好，我全部抠好了，全部抠，我们再来改，抠到这一边。好，那这一些就是它的变数，就是有这个是四个 byte 的，这个有这一些内容这样子。啊，好，那第一个是读档，我们的档案名位置跟档案跟这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找一下我们档案是放在哪里，放在这一边，可能是。D 的 IMG US1 点 D， 哎，不是点 JPG， 点 DCF， 所以是在这一边。好，这个我来讲。好，要注意这边的话，通常在 C 里面因为冲码的问题，这边可能要两大，就是说要打它目录，子目录的话要。好，要两个，那后面是 RB。这个应该是看起来没有错。那这个是开始，那这个我们先执行到这一边，看看可不可以执行。那下面这一些先把它 mark 起来，那这样有没有错？这样子可以看看在这一边。注意，好，到这一行，这个把它 mark 起来，好，这样 ，OK， 好，好，那执行之后，当然我们要看它的结果。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哈，在这一边，啊，抱歉，这边可能刚才拉了脚，就是还有一个 uptail 哈，刚才的 seek 我们有讲过哈，讲过的话就是这个是档案的指标啊，从这个是哈，可能第零个 byte 的哈，从哪里开始？从这个哎。最后一个 byte 开始哈，最后一个 byte 哦，为什么这么写法？它就是要跑到最后一个哈，就是 fseek。我们再看一下啊，fseek 是在哪里？下面应该有，直接这一边点啊，fseek。这一边哈，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哈，可能说我要移到哪里哈，这个是起始点啊，我要移到这个哈，等于说这一边啊，那现在的这个起始点是就是放在最后哦，最放在最后，所以它就是那这个 offset 是零哦，这个 offset，所以它就移到最后。那移到最后之后，还有一个 uptail 哈，uptail 是什么哈？在这一边的话，就是说告诉我们哈，这个东西哈，这个传入它的这个档案的指标哈啊，告诉我们说这个长度是哈的，这个就是说哈，这边的话应该是说哈，目前的位置跟这个起始点的位置哈，这边的话会回传一个哈，等于说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回传的这个数值的话是说从。起始点哈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目前档案的位置哈到底多长哈？那所以这两行合在一起哈，这两行合在一起哈，这一行的话就是说我先到它的哈最后的一个位置哈。那再来这个东西的话，uptail 的话就是说告诉我就是说那个好目前的这个位置哈跟它的原点哈的位的距到。的哈，到底差几个 byte 的哈？那这样的话，因为它现在是在最后一点，所以两个的话合起来的话，这个应该就是它的什么哈？等于说整个档案的长度哈，类似这样哈。嗯，看看这个可不可以执行？哦，好，很好哈，有错的地方这样子看，在哪里有错？OK。哦，这边是刚才手残是这样，然后打了一个空格，这样看，这样，喂，还是有错。喂。OK，好，很好哈，这一边呢，这一边可能忘了打哈，这个也是常见的错误哈，在这一边可能忘了，等于说这个指令不完整哈，可能在这一边的话，我们要把这个哈相关的这一哈，它要印的什么东西哈，等于说呈现这样看。OK，好，那这一边是九。92271哈，哇，下面有哪里有问题哈？可能这边的话是92271哈，完毕内容哈，可能在这边。好，所以它的 size 的话是92271哈，类似这样哈，可能这读到这一行的话，它的值哈，到这一边是92271哈，可能我看一下，下面这一边哈，可能看一下这个实际的大小哈，在这一边。应该就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可以看起来的话，我们虽然这个程式好像有一些 warning 哈，就是有一些警告哈，可是看起来这样哈，我们有读到它的档案，而且大小是没有错哈，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挑战这个哈，可能就是说我要挑战，就是我要读到这一个，读到某一个值哈，不要啊，比如说我读到这一个好了。哎，然后这一个，这个应该是它的哈开发商哈，这个330哈啊，这个相关哈。那这个怎么做？哦，可能在这一边，好，看一下。
OK，首先我们定一个八核好了，好，定一个八核啊，就是我要把值放进去啊，等于说，好，那在这一边我们可能就是用一个哈，等于说它可以用下面这样的东西，这个可能我们。下一次的话再介绍，好，我们现在先定一个这样的八个这样的，可以。这一行有什么问题？CHAR。老师，那个刮胡错了。哎哦，好，感谢，OK，谢谢谢谢，OK，好，好，这样好。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哈，这边哈，对，老师可能中午快到了，所以那个这边哈有一点昏，就是好有一点这样的哈，也说不太好。精神不太好哦，可能在这一边哈，可能在这一边哈，可能这个好，就是说我们用 fread 哈，那 fread 哈，这个是它的哈，那我们不要读它的 size 哈，可能在这一边，OK，那边可能还要改一下，要加一行这个，我们要从它的位置开始哈，所以。为了清楚，把这一些拿掉，放在这一边，这样写哈。这个东西我要先好找到这个位置，好，可能这个位置是340330，好，330330，好，所以这个我们这边找到它的啊，这个这边要 shift 应该是这样。从原点开始，330哈，zigzag 哈，就是参考这个相关哈，这个应该是加记没有错的，没有记错是原点哈。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要读这个哈，等于说这边要读14个 byte 哈，读14个 byte。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好。要把它印出来。OK，好，percent s。OK，好，类似这样哈。那读到之后的话哈，我们因为这个原来的字串我们设比较大，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可能就是说哈。第十四个 byte 的，我们把它设成零，好，就是它的结束，好，就是结束的话，哈，就应该是说第15个 byte 的，好，可能因为它是从零开始算，好，类似，所以逻辑上是这样子，好，那我看这个可不可以执行这样。Cannot declare，还是有问题。OK，看一下，都看一下，不能宣告，同学帮老师看一下，这样看一下之前写的。好像这样的范例都蛮常见的，尤其那个同学一开始学的话，哈，会很辛苦，可能卡在一个这个哈，可能就会很久，哈，可能就会花不少的时间这样子。看，哈，可能这一边，CHARA 没有错，100。
OK 哈、哦，这个也是手残，好、哦、这边，好、哦，就是前面定义过了，好、哦、这一边的话，哈、哦，对，是这样，很、哦、好，这个甚至是抠别人的程式也有这个坏处，这样子看 ，I 读不到。啊，可能这边可能有问题。好，那我这两行把它拿掉好了，先拿掉，这样看可不可以。还是有问题，好，那可能这个好，在这边 buffer fsig 这边看一下 f 是在哪一行有问题，这样子看 fsig 好，那这个也不错哈，在这边的话就会有哈，等于说这个是写程式蛮常见的，我们看看这个哈，在12点前能不能把这个哈问题解。接出来这样看，我、哦、再看一下 fsig 哈、哦，这个相关的这个、哦、内容这样看 ，sig set 没有错。那是没有错啊。复制到这一边，好的，同学帮老师看一下，好，嗯，我们看一下这个，嗯 ，OK， 好。这一行就不要了。那再来是 app read 8和1/14，看这样 app read 有没有问题？哇，会是错在下一行吗？这边，好，这个。好、哦，这个应该是 into buffer 这样子可以，然后这边可能真的太急了啊 ，percent s 这样子可以。好，那看这样可不可以执行？好，贝塔，哎，好，好有执行，可是它的值没有出来。为什么值没有出来？330。那我们到这一边看一下它的结果，这样子好。OK， 好，有同学看出一些问题，这样子看一下。换可以调大一点，应该不是。OK， 好，那另外它有一个是这个，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debug mode 这样子，可能在这里。好，我看一下这个读到的这个是什么？哎，有啊，好，前面这边有，可能在这一边有这一个东西，好，所以它有读到，有读到，所以到这一边是正常。那这也是这个。Print app， 这个是 percent s 吗？还是 percent c？ 这边可能，所以这样看起来是有读到，而那个 print app 有问题。8和14 print app， 查一下 print app。
那像这个都是不错的示范哦，就是正常写程式都是这样哈，其实写很久了哦，所以现在已经老师这边已经退化了，所以你们会比较好这样，可能就是常常有错误发生这样子。好 ，print f， 哎，没有错啊 ，percent s， 啊，所以大小写还有关。会是这样子吗？大小写还有关吗？真的是哈、哦，如果是这样也败给他。咦，也没出来啊，改成小写啊，有了啊，感谢哈、哦，也是这样哈、哦。好，那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示范哈、哦，就我们很辛苦把这个资料哈、哦、抓出来哈、哦，抓出这个。资料哈，是抓住这个资料哈，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抓住这个，哦，再抓一个好了，我们再抓一个哈，抓一个时间好了，好，这个2009哈，515哈，这个所以是5088哈，508哈，因为这个它其实这个还是文字的格式，这个可以抓到哈，5088哈，所以在这一边可能要怎么改哈，这一边可能就是哈，这个改成哈。508好8好、啊、这边要改8好好那这个东西改8好好但是这样的话好再跑看看、okay、哦有好那这样这所以这样的这个就正常了这样的、啊、这个是一个不错的、哦、示范这样子也可以讲是错误的示范、啊、可是这个也不错、哦、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一个写程式的过程这样子写程式就是 以老师来讲就是其实是可以这样假如你可能因为就是参考这一些指令、啊、copy paste 的之后、啊、可能就是接下来、哦、通常放上去之后通常都有 bug、啊、就开始、哦、就是这个写程式的工程师最常讲的就是 debug 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